与他人保持距离，有助于减少 COVID-19 的传播。以下情形需要与他人保持至少两米或六英尺的距离。在您家中，当某人患有或认为其患有 COVID-19 的时候，而且外出、室内或室外空间，当您与不住在家中人相处的时候，当你与他人共享时光时，请谨记与他人保持至少两米或六英尺的距离，佩戴口罩，经常洗手或使用洗手液，而且尽可能远离人群拥挤的地方。如需了解详情，请访问 cdc.gov/coronavirus。与他人保持距离，有助于减少 COVID-19 的传播。以下情形需要与他人保持至少两米或六英尺的距离。在您家中，当某人患有或认为其患有 COVID-19 的时候，而且外出、室内或室外空间，当您与不住在家中人相处的时候，当你与他人共享时光时，请谨记与他人保持至少两米或六英尺的距离，佩戴口罩，经常洗手或使用洗手液，而且尽可能远离人群拥挤的地方。如需了解详情，请访问 cdc.gov/coronavirus。与他人保持距离，有助于减少 COVID-19 的传播。以下情形需要与他人保持至少两米或六英尺的距离。在您家中，当某人患有或认为其患有 COVID-19 的时候，而且外出、室内或室外空间，当您与不住在家中人相处的时候，当你与他人共享时光时，请谨记与他人保持至少两米或六英尺的距离，佩戴口罩，经常洗手或使用洗手液，而且尽可能远离人群拥挤的地方。如需了解详情，请访问 cdc.gov/coronavirus。